你好啊，我们是有件事要报，我们报案为何不向厂里的人交代？这人是谁？阿达，我想说的就是，能不给我们草台，真的是有错。把马达从伞上摆下来，我想洗澡去。好有意思，通通。咱们前辈从山东一个很好的馆子，很好的为我们做服务。回答这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大家，现在的字谁做的？要不你们把王家都从城里叫回来，总之庄老如何比来是谁做？我讲讲说，咱们推出的字还是打伙的，到时候能否把我们经理字中过书？这儿吗？我现在看不到你，你已经出话了，但类似这意思，你的方向走对了，就你走出来又走，又等于说从这个通道里面走到这块，看这个讲话的人，看着看着绕了一圈，无聊嘛，啪啪啪又走回这两排房子中间这个道上。我知道，就是在这个镜头里面，他出话了，是吧？对。行，没问题。开始。来看看，啊，他说一会儿再出来啊，沃托。等等。让他加一句词儿，就是今天带你们下来看看这个，就是啊，就是这多好，你看这建的多好，叫你们搬到这里来不好吗？就这意思，加一句这个，哎，就是你，哎，对，啥东西呗，啥东西？可以，啊，对，就类似这个啊，那今天带你们下来看看参观一下，啊，你看看这建的房子不好吗？不比咱们山上好吗？啊，就来类似来个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次的会议是干嘛的，带他们来参观的感觉是吧？嗯，开始。你们大伙儿都想一下，我们国家为啥要推行新农村建设？还不是为了大家吗？我们国家要大发展，我们农村也不能落后。山上的籽不好种，我们可以搞退耕还林。庄稼儿不种子，靠啥养活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的籽谁种的？要不你们把王们都从城内叫回来种籽，庄老子都不来，是谁种？那蒋江说推出的籽还是我们大伙的，到时候政府帮我们建林子、种果树、产生的精子上籽还是大伙儿的。你们好好想想，这哪一点不是为我们广大农民着想的？籽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不但不会失去它，还要更好的利用它。
我们农村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好，再来一条啊。然后沃土稍微在这个过程走慢一点啊，你前面那个整条里面还有打打地上啊，打打这边、啊、稍微慢一点，那一趟呼呼就走过去了。然后跟沃土说一下，就最后这个干部说到带你们参观看看这个新房子好不好啊什么的时候，沃土就扭头看一下这个通道那边那个新房子，扭过头来看就行了。哎呀，小红成功了，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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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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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来一张，来，一、二、三 ，OK， 好，牛刀，牛刀，来牛了，牛刀，牛了，快点，谢谢导演，谢导演，来，牛耳朵那啥，我们仨来一张，你们俩单独再来，来，一、二、三 ，OK， 好嘞，特殊原因的，来，我们拍的特殊人，赢了几天，你俩拍一个呀。来了，大家来了，消防的干部，为民请安的好干部，拍照。好，来吧，来，一起，来，我的，谁呀？拍照吧，人气很旺，人气很旺。来，蹲下，蹲下。哎，快点，对。咦呀。好，来，帽子稍微抬高一点，看不见眼睛了都。我怎么导演不进来？我马上，你们先拍一张。一、二、三。哎呀，各种这个。一、二、三。我吐，快点，我吐，快来。耶，我吐。来，一、二、三。OK。OK。阿姨上去买东西，上去买。这儿，过来，往这边走就行了。沃土，哎，好，出话了，你已经。来，我终于换衣服了。穿了俩呀，来一个。谁说的？人家也有好几身衣服。干嘛呀？我都干嘛了？不是，哎，干嘛？
面总统杀青，哇，这边这个是祖峰的，你过来。来吧，杀青啦！妹妹来一个，哎呀，妹妹，默默的等了两个月，你。快跟导演拥抱一下，来，让我给你一个花花，这样，来，祖峰老师送给你，杀青的，来，坐下。照相来，一二三，好嘞，好，谢谢，我也上，我也上，来，好，你们赶快，谁要合影的？可以，谁要合影的？赶快，上，来，一二三，来，再来一张，一二三，好嘞，来，准备了，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OK， 谢谢。哦小心看的一下，你别看命了。